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，昨天到了一车海拉尔小马驹，有一匹玉石眼白马很出众。这是新到的一匹白色的玉石眼儿，把这马套上了，很漂亮的小绿马，真漂亮！这匹白马，这是一匹洛丽白。真好看，这马。像这样的白色的玉石眼马非常少见，昨天才到的。漂亮。把那给牵走了。现在勒着脖子的，这要带龙头了，这马也不老实了。真是一匹烈马，这一个人不好弄，看让不让带。看这巴内一个人能不能把这个龙头带上去啊？也弄耳朵了，大哥厉害。好，别动啊，配合一下，马上就好。这马真的是比较配合啊，也算温顺的了。好，巴内一个人，这马上就要成功的带上龙头了。千万别动。好嘞啊，巴内一个人成功的把这个马的龙头给它带好了。带上龙头了，这还有不服气儿。漂亮！别蹦啊，蹦累。这小蹦啊，自己在那好好待着吧。好了，现在蹦不动了。现在已经非常温顺了。这有客户买了一匹小马驹，给小马驹带个龙头。这小马多少斤呢？340斤啊。是匹小黑马，还是一匹小母马？几个人一块儿给这小马驹带好龙头了。小马驹带好龙头了，很精神，一会儿就拉走了。把这个黑色的小马驹赶下来，一会儿装车。来，货拉完来了，上车吧。把车上走，车上走。车上动吧，车上动。就在这口了，赶紧上车了。好嘞，关门，一会儿出发吧。